似乎很多人都问过我，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的？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，其实这只是大家一起去见证罢了。只希望你能像别的师兄弟一样，好好过过自己想过的日子。我们自己的生活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？未来的王俊凯会不忘初心，越来越好。人生的路由自身去经历，让你们来见证是多么的浪漫啊！向未来问好，就现在。宛如一年，一年宛如一天，任时光流转，我还是我。离别用了千遍，千遍只为一遍，但回忆依旧远，初心。